说过某女郎、冯女郎、庚女郎，您听说过吗？昨天韩庚在北京为某品牌代言，活动当天主办方特意评选起了庚女郎，只是这前三甲刚一上台就让韩庚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韩庚好害羞呀，韩庚的 pose 就是换一只脚颠起来。韩庚啊，韩庚，以为你就是来介绍一下，没想到直接过来。但我觉得你现在倒慢慢的开始适应了啊。就不然特紧张，像心蹦蹦直跳，你知道吗？